不好，城市出现巨大怪兽，召唤迷你特工队。迷你特工队，马上去消灭怪兽。是。等等，你们的武器呢？小童玩具。这几个武器都会是谁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不对。Oh no！正确。野听狼。鸟子。出动迷你特工队。同心协力。不对。拥有近距离力量，赤手空拳让他们投降。迷你特工队。正确。正确。变天符。需要胆识害怕，你的身边还有朋友们的陪伴。正确。岩浆巨人。哇，我们成功帮助迷你特工队找到了武器。那今天的游戏就玩到这里，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下期见，拜拜。